谢谢邓品彦。好，阿伯，咱就请黄三亮老师讲评。品彦老师要先跟你道歉，这首歌是我挑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会给你这么大的压力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是人生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现在年纪这么小，然后你第一次闯二十关，我觉得不止说。对你来讲，对很多歌手来讲，哦，这个都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老师也要鼓励你，人生真的何止二十关，对不对？你还有很长很长的未来。那今天我觉得亦凡老师给你这么棒的一个示范，然后你其实勇气可嘉，而且这首歌讲实在话，它的 range 真的太大了。对，尤其对你一个小朋友来讲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是你还是很勇敢的把它唱完了。尤其是你那句高音，我很感动，然后我希望你今天就是你要勇敢，希望你今天要加油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阿德老师有讲哦，这关评验如果呢？因为《勇敢》这首歌输，你都要退出，永远退出评审台哦。哇，压力太大了。分手都可以等啊，没有啊，不是只有退出我们红人榜的评审团哦，所有的哦。好，等一下你那一首歌我也想。开玩笑哈，最主要是让评审你知道说，其实真的这都是人生，因为我们大家在讲的，就是讲你今天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，亦凡老师。他做了最好的示范，他唱的我觉得无懈可击，已经无任何的缺点。他等同不是在唱歌，他是在放 CD， 而且我觉得平彦真的唱得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今天真的是亦凡老师有非常好的展现细节，你回去可以细细的品味亦凡老师唱的这首《熊树也灰》，以后你还是有机会尝试这样的歌曲，很棒了，已经很棒了。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平彦，对这首歌真的，你真的很为难你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因为他的音域太宽了。那音域太宽的时候，对于你一个即将变身的一个孩子来说，真的是非常吃力。但是我觉得，你很努力的把它做到了，而且至少虽然很吃力，但至少没有唱破音，没有唱走音，这个部分我就觉得给你非常高的称赞。好，那不管这一局怎么样，我都觉得你表现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